情书告白又有什么？到头来，都是我自作多情罢了。有一个人像我这样，这么的喜欢过你，把你当做他前进的动力。不好意思，你真的认错人了。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宿命会相遇的一对恋人，默契的不去过问彼此的过往，却可以轻易的将彼此照亮。江大博主，今天不打算出去挖掘故事了吗？不了，我今天还有事儿呢，明天再说。你不会是想起什么来了吧？还是说你有些秘密想跟我分享一下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没有。真厉害！来，不是说好的不脱鞋吗？我是不是跟你想象中的很不一样？我跟你说了吧，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完美。认识今天晚上的你之后，我发现我更喜欢你了。美女，嗯，一起跳一支舞吗？你怎么这么固执呀？我就当你这是夸奖。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因为你年纪太小，我可能就真的答应你了。程玉，嗯，有的时候年纪不是问题，在我这里是，所以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。一起跳一支舞吗？
虚刻。思涵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今天不好意思了，没照顾好瑞瑞。没事，班长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没照顾好瑞瑞。你的那篇推文我会记得的。我先回去了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安叔叔，下次见。好。你坐副驾。这次我的救生书本就这样没了，他是喝醉了，我是清醒的呀。对不起啊，我向你道歉，我不该动手打他。那个家伙连禽兽都不如，但是他毕竟是你的合作伙伴，我不该动手打他。对不起，我向你。你今天怎么睡我家呀？要不我走？我走啊！不用，他走，你留下。哦。平时就
别动。你这些衣服我来洗就好。啊，不用了，还是我来。不是，你平时工作太辛苦了，还是我来帮你洗吧。不不不，带孩子更辛苦，事业女性最辛苦，还是我来吧。哎呀，我不累，我平时一点都不累，还是你比较累吧。算了，平时都是我来，洗衣机你用不惯。我怎么会用不惯呢？哎，你别抢。哎，不是，你不吃我。你先别走，你先别走，你让我先走好吗？你轻点。他们俩在干嘛？你别碰你，我来。你听听，你扔一下。不行。还是扔回来。行。啊！进去看看，开门。你别乱动，好不好？你别乱动。你难过，你真是受不了。小姨，你在干什么？不能碰他，不能。你们进去。我们撤。不是不是，姐。带我来这么远的地方，这破地方信号都这么不稳定。我已经跟公司的人说了，这段时间他们不会打扰你的。嗯，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哪有当老板的自己逼自己干？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息。嗯，干杯。你开这么久的车带我来这儿，就是为了让我来看这里的星星吗？三、二、一，请看。啊？怎么还不来啊？你搞什么鬼啊？我给你唱首歌吧。Says nothing gonna stop me for the bad elevation. Record i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more, learn some, but I won't hesitate no more, no more. It cannot wait. I'm yours.闹钟点好了，来吧，许个愿吧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程玉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吹蜡烛吧。嗯，幼不幼稚啊？一年就这么一次啊。
做我女朋友吧。流星，流星来了，我说了他一定会来的。背你，怎么他喜欢我？谁说的？他自己跟我说的。他什么时候说的？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承诺他就是甜甜的大人。他说他喜欢我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别亲了，再亲要掉一层皮了。我就是太喜欢你了，你终于接受我了。宝贝，小心我抽你啊！如果抽我能让你接受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我是个男人。我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放你走。我的意思是……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有意思，你不就耍赖？昨天晚上你已经答应我了，做我女朋友。是不是该吃早饭了？不吃。哎，睡了吗？我刚把他哄睡着了。时候尚早，不如我们看个电影。这个特别好看，花S军团，我只狮子。啊？咱们两个坐在这儿，不会就是为了看动物吧？我不知道你喜欢看什么，你选一个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算了。
你爸妈不知道你是干什么。我没敢跟他们说，我的工作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算是工作。那你打算忙到什么时候？要是我现在告诉他们，他们肯定马上就把我抓回去。哎，那你是因为什么想当美食博主来着？因为喜欢。喜欢？嗯。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简单的喜欢。后来我发现，我的文字治愈了很多的人。从那之后，就从那种简单的喜欢，变成了有一点点的责任感。我想用文字去治愈和鼓励更多的人。给你看。嗯。你看啊，这个是他们给我发的，全都是他们的故事。很有意义吧？嗯，那个瑞瑞还在等着咱们呢，要不先回去吧？啊，好。给我吧。程木跟小玉头那点事儿，又不影响告白，干嘛那么纠结？什么叫那点小事啊？啊，不小不小不小，事儿挺大的。我就是觉得，你们程家人给人名分都这么谨慎吗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这就是我们程家家风，不轻易给人名分。想要名分啊，那得看我心情。医生商量了很久，其实我现在健康状况完全……我知道。不，你不知道。我设计这款甜品本来是要跟你告白的。我明白。我那天见你的时候，我本来其实是……我了解。佳子，我喜欢。
小木，我喜欢你。姐姐跟我说过了，我知道你的情况，我特别害怕。但是我害怕的不是你的病，我害怕你自以为是的觉得我会放弃。你会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吗？不会。回家。嗯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近一点？好像是啊。是不是应该再近一点？是不是稍微太快了一点啊？好像也是。想和你走遍每条长街，牵着手路灯忽明忽灭。现在就不会了。有你的长街，都舍不得翻越。我多想把时间冻结。你说最最最喜欢漫漫长夜，我的爱爱爱爱意从不胆怯。谁啊？干嘛呢？谁啊？大半夜的，谁敲门啊？上面，程玉。我爸妈看到网上的事情了，他们俩都特别担心你。他们知道我找到你之后，立马就发了个视频过来，跟我说让我不要骂你，要好好安慰你。他们不生气啊？你想看吗？到小城的情况吧，涵涵，我和你妈没问你呢，也是想让你自己准备好之后主动告诉我们。小城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叔叔和阿姨啊不会因为这个就对你有意见的。我和你阿姨见过你和小玉之后啊，
就放心了。这么多年你们过得不容易吧，以后叔叔和阿姨就是你们的家人了。小程，阿姨不知道你跟你的爸爸妈妈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可是我肯定的告诉你，这个天底下没有一个父母他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。以后啊，我跟你叔叔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。对，你们想我们的时候随时回来。你放心，这个家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打开。你替我谢谢叔叔阿姨。以后呢，我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了。所有的事情都在慢慢好转，对不对？你也一定一定要赶紧振作起来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永远永远陪着你。我愿意。神奇的治愈力量，不管什么时候看到，烦恼就没有了。你还有什么烦恼？说来我听听。哎，我现在的烦恼吧，就是你太红了，我应该先下手为强，吃定你。那你打算从哪儿下手啊？我从这儿，从这儿，从这。结一种法律关系吗？什么法律关系啊？比如说，嫁给我，成为我的家人。
嗯。